左脚，左脚在这边往后退一步，右脚并起来，对。然后再一次哦，进入平路，进入平力，右脚往前一步，对。还原，左脚往后一步，很好。那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刚才前倾的时候，我有听到动的一声很大声哦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假装我们脚底下有一只蚂蚁，轻轻的可以踩死它。好，对，要轻轻的哦。所以进入平地，右脚轻轻的往前一步，轻轻，很好，嗯，轻轻的哦。好，左脚并起来，很好。等一下退左脚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要轻轻的哦。好，还原，退左脚，轻轻的退右脚，轻轻的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哈。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动作完整的再做一次，来，进入平地，右脚轻轻的往前踩一步，好，敬礼，各位小朋友好。左脚往后退一步，轻轻的，好，再退右脚，很好。小朋友，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们要记住老师今天教你们太极礼仪哦，知道吗？要轻轻的哦，很好。那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来上我们太极拳的功夫操。我们练太极拳呢，我们要先暖身。我们暖身操，我们太极拳称为功夫操，老师又给它简称为功操。功操。对，再次功操。功操。对，所以人家问你是不是叫功操呢？就是我们太极拳的功夫操。功夫操。对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我们就来我们的功操咯。来，轻轻的身体往左往右，往左往右，眼睛跟着我们的身体，一次看左边，一次看右边，一次看左边，一次看右边，手轻轻的甩动，不要打到隔壁的同学哦。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。再来，眼睛要跟着我们身体转动哦。对，眼睛要看，眼睛要看左边看右边，看左边看右边，很好，慢慢的停下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摇柱。摇柱。对，好，下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地板动作呢，我们就坐下来，接着坐下来哦，脚伸长，然后往前滴滴滴滴滴滴，好，慢慢的张开，慢慢的张开，边滴边张开，对，好，慢慢的合起来，慢慢的合起来，再次慢慢的张开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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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慢慢的合起来，滴滴滴，慢慢的停下来。手握住我们的脚趾头，很好，我们的脚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拍打，轻轻的拍打，拍打，对，蝴蝶，像蝴蝶一样，对，就叫蝴蝶式，好，轻轻的，对，轻轻的拍打，是在松我们的胯，啊，让我们的胯可以松一点，来拍，再来，轻轻的拍，好，轻轻的拍，轻轻的拍，像蝴蝶飞呀、啊、飞的，轻轻的拍。好，慢慢的停下来。下一个，我们要站起来咯。好，站起来。手轻轻的放在膝盖旁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前，往后，很好。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膝盖转圈圈，转三下。一、二。我们换边转三圈，一、二、
抱胸，慢慢的往下蹲，慢慢的不要蹲下去哦，很好，再慢慢的站起来，慢慢慢，对，好，下一动开力压腿，慢慢的往下蹲，好像坐屁股有一张椅子，慢慢的往下坐哈，不是坐下来哦，是好像他屁股有一张椅子啊，坐的感觉，但是没有坐下来。好，不要动，老师转跟你们同一个方向哦，手轻轻的扶着地板，把你的左腿伸出来。好，老师要请各位小朋友帮忙哦，要帮老师，要帮老师倒数七秒哦。好，各位小朋友停七秒，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好，手放回来，脚缩回来，下一动把你的右脚伸出来。好，停七秒，大声一点，七停七秒的时候，各位小朋友就要帮老师倒数哦。好，下一动松腰，手叉腰，用你的屁股去转圈圈，圈圈转得越大越好哦，用你的屁股去转圈圈，很好，轻轻的慢慢的，很好，换边，换一个方向转圈圈，好，圈圈转得越大越好哦，很好，慢慢的停下来，下一动前俯，身体往前往下慢慢的放掉，看看可不可以你的手去摸到你的小腿肚肚，摸到小腿肚以后停七秒，七秒五口气，再把它吐掉，很。